咖啡，开始录了，雀巢咖啡的罐，你要暴力测试，我看一看。鸡尾酒啊，透了，有点。这边倒的，这位置，嗯，还行啊，不错。侧面可以打吗？侧面它只能是瘪。重录啊，那没事，打吧。打不回来了啊，透是透不了了。裂了，打裂了。嗯，没有打漏，这盘差不多。如果再打那边，说必肯定打进去。透了。嗯，这跟李玉欢漏的差不多。这是传说中的鸡尾酒。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。嗯嗯嗯，好。